鬼魂飘摇在人间，化通阴阳两界边，连接三度空间起，偏偏彩泥化成仙。各位鬼话之友，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个节目就是正宗的鬼话连篇。今天的鬼话连篇，张奎要告诉你他的亲生儿子在中台禅寺出家的感人故事。观众张雅丽，他是张立敏的大哥，被名妻苦苦追缠数十年，还有恐怖的灵异照片。在一言堂里，侯德建堂主要告诉你，年阴关系着每个人的运势，他要教你用阴符来算命。而天网恢恢之楼兰公主要深入刑事局探访八卦神探翁福玉的紫薇心理学破案。现在就请你做好准备，和我们一起进入鬼话连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鬼话连篇，我是陈坚，大家平安您。我们今天是播出第三集了，哦，不得了了。尤其我发现除了我们制作单位呢光收集信件非常忙碌之外呢，陈大哥更忙了，你还在 call in 能变成鬼话连篇的后续啊。对，当然很多观众朋友的回应回响我们都非常的高兴，但是也是要拜托大家再介绍更多人来收看。谢谢，真的非常谢谢各位。那我们会更好更精彩的灵异照片，以及呢艺人们或者观众朋友他们提供的个人的亲身经历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艺界演艺人生的超级大哥大哦，张奎，张大哥。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对，你都叫他大哥大是吧？大我都叫他狗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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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今天那两位真的是非常的资深，在我们的演艺界哈，前辈。对我来说，我们都已经是叫孙辈了。不，我们只是年纪大一点而已，也算不上什么资深。对，所以这一二三，这算三代哈。三代，对对，我们叫老中青是吧？我在你们面前算 UK 了。UK。好，那么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这个陈大哥的灵异事件。什么我的灵异事件？这是由我们陈大哥提供的照片哦，虽然是一个奇迹，不能算灵异，但是陈大哥，这个神像前面，这个玄天上帝神像前面，这是金牌还是？对，这非常特殊哈。这个大概前两个礼拜我到阿里山去旅游，阿里山上面有一个玄天上帝庙，叫寿正宫，我讲上帝宫啊哈。那么他们就告诉我说，每一年的3月3号，也就是明天，今天是3月2号的农历哈，每年3月3号到的时候，就是玄天上帝的生日，就会来自不知道何处，那么以后飞到哪里不知道，但却世界上又没有这种种类的蝴蝶，它会飞到这个神明的胡子的上面，大概会有7只，好，所以你那边刚每年都有吗？对，每一年他们都会来，好，刚好有7只，所以这样是特别放大的。好，所以你看很清楚的。那么生物学家他们也来研究，就这种蝴蝶没看过，就有点像蛾哦，不太像蝴蝶。对，但是来自哪里呢？也不晓得。那它都会待多久呢？对，待3月3号的生日过了1个礼拜，那它就飞走。最不可思议就是，一般蝴蝶它们不是要靠喝那个露水吗？它们一来以后就不动了，也不吃，不吃不喝就在那里，对，就在那个地方。然后等到玄天上帝的生日以后，然后它们就会飞走。那我去的时候刚好来了，先来了1只，现在已经7只都来了，现在在阿里山7只都到了。这个是我拍到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先来了1只，可能知道我要去了，先给你看，让我拍。好，这哎对，好，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是3月2号，我想了，明天开始，您就可以赶快去目睹一下这个奇迹了。我们也可以说是神迹吧，因为的确是很特别。对，他们就叫它神蝴蝶。神蝴蝶已经好几年都有了吧？对，连续很多年都是这样子，而且每一年到了这个时间他就来，然后过完一个礼拜他们就走，但是从哪里来走到哪里去，只有阿里山这个寿正宫，这个寿正宫才有嘛？对，其他的地方的玄天上帝庙都没有，看不到，以前也没看过啊。好，这个讲完这个神迹，我们来看看今天真正的灵异照片。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这是由士林的黄姓观众所提供的照片，拍摄的时间是民国77年1月10日，拍摄的事由是黄姓观众87岁的爷爷和70岁但已是炎症末期的奶奶一起过生日，拍摄的地点是北投某饭店的包厢。黄姓观众说，根据家人回忆，爷爷坐的地方后面是墙壁，但令大家百思不解的是，爷爷的肩上怎么会多出擦上指甲油的3只手指？的确的，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照片呢，就是这一张了。那我想观众朋友也都看到的，这只擦着红指甲油的手是哪来的呢，张大哥？有人躲在背后恶作剧，然后就这样偷偷伸上来。这个是三根指头那么清晰哈，还擦了红指甲油啊！你看看，我也看过了，好，看不出来，应该不是恶作剧啊。这个姿势，这个方位恶作剧是有一点困难的。对，假如说恶作剧的话，他的手能够伸那么高吗？他必须蹲得很低了。对对对，你看哈，他们这大家的比例，对对，他们是坐的，他们是站的的。假如说他恶作剧的话，他那个站的高度有没有这么高？嗯，对。我们现在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老师以及呢摄影专家他们的解说。这张相片哈，你看。你这夫妻老人家安尼过生日，你看安尼子孙满堂。那么唔过这张相片有奇迹哦，虽然大家咧祝福，哦，这个安尼这对翁阿婆安尼快快乐乐，唔过后壁这个时阵已经这手，那么应该是用人去甲摸，结果唔是，这张相片后壁有一个僵尸，那么这僵尸忽然间两只手怎啊甲搭咧肩胛头？那么这内底有一个指甲，感觉真长。那么迄个骷髅就是倒伊，迄个僵尸倒伫这个老先生的这头壳边。那虽然是壁，壁是硬皮，不过伊灵魂啊，一定要有皮来照体，所以入入这中啊。那么应该这个对来讲，对这老妇人的身体有压力的，那么对本身无当真好，这因果就是要来抓去啊。关于这张照片呢，我们可以从蛋糕以及寿公寿婆的阴影的方向呢，可以了解这张照片应该是一个小型的相机，还有一个机身上的闪光灯所拍到的照片。我们如果用放大镜仔细去看呢，这个寿公身上的这一个有指甲的手，那这个手的阴影的方向呢，也跟这个被摄的环境呢完全一样，它的阴影的方向。也在同一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这张照片应该这只手是存在被摄的现场。我们可以从照相机的位置呢大概猜测呢这张照片的圆桌呢有两个蛋糕两指蛋糕，然后呢寿公跟寿婆的位置呢在这里，那么被摄的人物呢后面有一个他的色调呢明显比较深，在更后面的位置呢有一个人物呢他在这个墙角，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寿公理论上呢跟墙壁的位置呢应该还有一个距离，那么我个人怀疑呢这多出来的一只手呢有可能是一个服务生正好弯着腰要捡一个东西正好搭到了寿公的身上，或者是呢后面的亲友呢要求他们两个拍照的时候能够站得紧一点所以呢就多出了这一只手这是我的解释。您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呢，在照片里面莫名其妙就出现多一个人多一个手或多一个影子吗？服务生捡东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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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当事人把他当成灵异照片拿出来的话，一定不是有服务生在后面这样子一个。这是我们开玩笑，不过我想观众朋友他会把这照片寄来给我们，绝对是他们自己已经觉得很奇怪，这是到底谁都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才会寄到我们节目中来。所以才叫灵异照片嘛，是吧？我们这里又有一个灵异照片，是阿兵哥碰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照片。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这是由板桥的陈先生所提供的照片，拍摄的时间是民国85年12月份，拍摄的地点是高雄某军事学校。提供照片的陈先生说，拍摄的时间大约是下午4点。就当时的地形地物来说，所在背后的位置是断崖，但是照片中怎么可能在草丛之上出现了一个具有清除眼睛、鼻子、嘴巴的人脸？您刚刚在影片中也看到了，的确是很不可思议。不过来，您是不是您也看一下，这个是很正常的两张照片，对，而且这个很特别的是好，就是一个人像，清楚的一个人头。另外，在局部把它放大出来以后，发现这个人的脸孔呢，上下不连，还戴着眼镜。后来我发现这个阿兵哥也戴眼镜，但是长得不像，就是。不太一样啊。他是很清楚的，有眼睛，有鼻子，还有嘴巴。而且他也在笑，好像眯着眼在笑那个。对。还有，我们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来。那么这张相片有内底有奇迹的，内底有地理。那么这两个阿兵哥为国效忠，那么在这里操兵。那么操兵，不过这代伊唔知阿兵哥唔了地理，忽然间去捉到一尾蛇，在这个无形的蛇，人头蛇。那么人头蛇伊显化出来，也另外有一个人体的目睭。那么这头壳甲人拢同款，伊的身躯颔颈遐长。那么这个叫做地理。那么地理底下一般人看无，都要相当有这个天眼的人看有。那么这两个阿兵哥底下的操兵为国尽忠，那么对这两个阿兵哥一点啊都无影响，伊唔是跳你个立啊。如果显化地理显化开，互恁看，互恁翕到。关于这张照片的，我宁可相信的，在数字上的，这个人的头像呢，是一个鸟巢而已。那么这张照片呢，究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影像呢？我个人大胆的推测呢，很可能是重复曝光造成的。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呢，我们看到树枝上呢有一个倒长的树枝，另外呢，我们发现呢，这个阿兵哥的头上呢，他的天空呢色调非常浅淡，而到这个天空的顶端呢，却色调又比较深，而有所谓耀光的这个现象，所以我怀疑呢，很可能这张照片呢是拍摄的过程里面的，第一张是这样拍，但是呢，因为底片没有上好，所以有部分重叠，但是我们按动第二个快门的时候呢，是这样拍，所以呢，让它的天空的部分呢做了一些重叠，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影像。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灵异照片。宠物曝光，一个是说地理的呈现，不过在照片上面是很清楚能够看到眼睛啊、鼻子、嘴巴，哇，这太像了，是这样子啊，对，太像了所以说是鸟巢啊，我觉得有点不太像，是，对，因为那么清楚的眼睛、鼻子、嘴巴都很清楚显现在那上面。据说您年轻的时候也很灵异我没什么灵异的，见过，不是，就是睡觉的时候有碰过这样一次这样行为。那时候大概在60年左右的时候，在华视拍包青天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忙碌嘛，拍戏拍了很多。第一次包青天是被移民演的那个。移民，对。您演锦毛鼠是吧？还是不是？我是包青天第一个被杀头的。包青天大概就是因为我被杀头就红了，我演的是那个安乐侯庞玉。有这个印象，我小时候7岁。我那个时候那个歌是七侠和武艺，对，没错，那是蒋光超唱的，是那时候我这首歌那时候我也常常唱，
所以人家很多人以为是我唱的那首。所以在那地方有发生过灵异的事情啊？对，就是晚上的时间啊，我拍戏拍得很累了，那么在第一摄影棚，第一摄影棚我就睡觉，就靠一个门睡一下，睡一下的时候，那么就觉得重物压在身上，我有东西压，哇，就压身上，奇怪，没有这种感觉过，压得那个喘不过气来，那就一直想要起来，意识很清楚，可是就压得很厉害，那么就是一直要挣扎起来，我心就是很气，我睡着为什么捣蛋呢？嗯哼，那就一直推了很久，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是眼睛用力一张开就用力一推，撒一下子啊，就没事了，没事起来我就很生气，我就破口大骂。你骂什么？我就骂脏字经乱骂，就是梦空棚里面空空的，没有一个人，上一点多是12点多1点钟放宵夜嘛。就确定不是人压的。对对对，我就骂，我说你怎么敢来压我？就像就是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就一直骂，我就大骂，骂完之后就出去，出去了之后那个背上就是一股凉意，唰一股凉意，觉得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汗毛也竖起来了，嗯哼，那就走出去，他们还在吃宵夜，还在那边聊，我也没跟任何人讲，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嘛。在那个棚还在吗？还在，姨婆还在。以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或者说有别人也碰到在那个棚？别人是不是碰到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那个棚好像死过一两个人吧。哦，就在搭建的时候，就是好像是灯架就掉下来啊，我就意外的事件死过人。我有曾经有一两个就是搭井或搭灯的。对对对对，有死过人。那么这个情形之下，我自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很清楚的是被压了嘛。就压着就喘不过气来，推不动，那种感觉是很愤怒。你对于奎哥来讲啊，他的儿子也是，讲起来是一个很一个奇怪的缘分，一个喜事啊，对，缘分，是一件喜事。从小孩子的时候都喜欢庙的东西，后来9岁就出家了，已经出家几年了？四年了，是是是。你舍得吗？舍不得。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缘分？怎么会？很皮呀、啊，他很皮，你一会儿打电动玩具啊，小孩嘛都是一样的嘛，是读书也读不好啊，就是乱跑，皮调皮啊，那么、没事喜欢打电动玩具，这样这个情形就是我想很正常，每个小孩发生都一样。那么有一次呢，就是因为过暑假带他到这个寺庙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去参加了有上万个小孩，很多小孩一梯次去的，很多小孩，嗯哼，那么就他一个人要出家，对，那就自己把头剃掉了，哦，那自己把头发就剃掉了，嗯哼，那剃掉了之后，那我想说这个这么坚定哈，那么旁边的一些朋友也给我讲一些这些方面的事情嘛，哈，嗯哼，那我想好吧，那么我了解了以后呢，我想你既然要走这条路嘛，你试试看嘛。因为我想那边生活像就是陈俊先生说的，说是那么苦的一个生活，早上4点半起床做早课啊什么，根本就没有自己时间，也没有电动玩具，也没有电视可以看，也完全要吃素食，生活过得很清苦，这样的生活你怎么可能受得了呢？嗯哼，那我想你说好吧，你要既然要出家嘛，那你就试试看好了。那当天要剃度的时候呢，那天别人讲我是哭的，我自己都哭得糊涂，对对对，胡说八道的，真的是，那我都不好意思走到外面去哭去。他最后剃度完了就完了，一站穿着袈裟，然后手上拿一个布，就站那边，就眼睛就是微微的张着，站那边，好多人呢、啊，老人家呀，有60、70岁的就跪在那边供养他，哦，就供养他。可是别的你这个很重点呢、啊，就供养他就给他很多红包嘛，放在钵里面嘛。那么别的小孩扭扭捏捏的，人家背着怎么好像受不起嘛，会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但是他很镇定，连动都不动。对，也跪拜他哦，给他叩首，然后红包供养给他，就这样的那个寿，我就是很不可思议。我有一次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就是他这边也燃香供佛，燃香供佛，然后他烧了3个戒疤，我一看，哦，你燃香供佛，我说你回向给谁呀、啊？他说他会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哦，我说你怎么没有回向给父母亲呢？嗯哼，啊。他说这个，我说下次你燃香供佛的时候你回向给父母亲好了。他说这个未来心不可得啊，这是未来的事情，你不要现在去想他嘛。那么我说你不是未来，我是当下这一念，我说现在你就要想这个想法，说你要回馈给父母亲啊。他说当下这一念恐怕也是妄念
那反过来跟你说，跟你讲道理，他就说这个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嗯，他有回向给父母亲，他要怎么样的做，那么他这个念啊，他自己在做，也不是你要执着，不是你想的什么样子，去妄想、要求。嗯，你要是妄想得到很多东西，也是个妄念，你不要，你放下嘛，很平常的一个面对所有的事物就好了。对，我这样子的。嗯，我是觉得这个，我是常常感受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在他小这么小的小孩啊嘴里说出来。所以他现在法号是叫建苏。建苏师，是。